啊！哇，怎么那么多啊？是什么恐龙？霸王龙。小心哦！妹妹不可以对。哦，要小心哦。对旁边，妹妹对旁边，对旁边。换哥哥，换哥哥。不要不用开，不用开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开始拿纸纸，哥哥拿纸纸对外面，对外面，对外面哦。对外面，哥哥，我说过了。你让它飘在空中。你让它飘在空中，哥哥。不要，你拿直直的，直直的会滴下来。你让它飘在空中，像爸爸这样子，把它喷在那个空中。你看，这样大家看到都很开心啊。妹妹啊。妹妹。